Learn Chinese Mandarin at mandarinnu.com. A Chinese conversation in a clothing store. 日常会话，在服装店。欢迎光临。您想选购什么类型的女装？我想为我太太买一件大衣。大衣在那边，请跟我来。这件羊绒大衣是今年秋冬的新款，有红、绿、白三个颜色可供选择。原价2980，今天全店商品打85折，折后价格是2533元。有点贵啊。今年的羊绒大衣是这个价，去年的款可以有更多优惠。就这款吧，我想他不会喜欢过时的衣服。您太太平时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这个我还真说不好，她好像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。你给点建议吧。红色富贵大气，绿色青春洋溢，白色优雅干净，各有各的特点。不过我个人更钟爱白色。哦，为什么？白色百搭，永不过时。那就要这个款的白色吧。尺码呢？他身高168，体重110。选170码的就好。会不会有点太大？应该不会。这个款穿宽松一点好看。好。拿一件170的，如果不合适，您可以7天之内过来更换。哪边结账？出门右拐，然后直走20米。If you like my way of teaching,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give this video a like. Thank you. 谢谢。